参观。
去水救火。
确实是欠了人家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欠他们，别人欠。啊，我没。那就化妆了吗？哎，然后你再看啊，他化妆呢都对着柱子，没有柱子地方没有化妆，有柱子地方没有化妆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你一个月挣多少啊？3000吧。哦，也不管吃不管住也没啥意思。哇，反正就是吧。行政下班了。上门那是400。 今天搞的星期天嘛，今天星期天嘛，你今天差不多一般左右嘛。
那是外罩吗？大衣啊，今天我没带，我爹没带。
再看过来，再看过来。就那，就那。 Thank you.
专业行政。
最后10000几百。
是一个门洞。对，它是一个门洞。这中国的一种建筑材料叫琉璃，它既不是玻璃，也不是那个铁矿蓝。看这儿来，看这块为什么黑的呢？知道啊，这是木头的。小狮子，对不对？对。
给我母狮子脚底下，给我狮子脚底下踩一下。整整一百年，这个百一了，现在2021哦，对，一百一。Thank you.
这样得硬一些。参观，请勿触摸，请勿靠近。
次了，第二次呢，才把这个人造钟呢捞上来。捞的时候呢，什么样？捞上来什么样？史料中呢没有只字片语去记载这些。后来呢，就是因为捞上来以后呢，把它追封为贵妃，然后葬在了永兴。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井上面这么小的一个口，这个石头是另外加的，就是人捞上来以后才加的井口。
咱们能穿过去，这些都是金的，金元宝。找着了。
在我这头扫挪点儿，哎。你扫我的。双身子。